我今天真的豁出去了，你们这些酸民、这些债务人啊，不要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有的。待会我们就提供我们的电话，你们可以直接打电话来，我们直接对准，直接对着 PK， 有什么事情就在电里话讲清楚、说明白。真的啊？怎么会是假的？你哪位？我呢？我是以前借那个洪先生那个家钱的一个债主啊。债主？对啊。债主的这主的你唔爱讲名，对我看麦，啊碰过是欠你偌济啊？我当时借他1000万。啊？你是为虾米要借碰过？我打电话叫他提醒我们都有公开户口，来公开户口在这边，来大家看麦，看清楚，来镜头聊清楚。哦，这台地吼有3000几万呢，有3000多万，看好今天的日期，还有存一笔进去，哦，已经有3000多万的收入。就答应你，这个钱就是会分给你们，一定就是会分的。但是你们不要骚扰他，哦，不要给他困扰，他已经在赚钱了。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子骚扰他，我是提醒，我借他钱，然后我来提醒他。哦，提醒没关系，你有已经有田了，你就不要再占线了，给别人家打进来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啊？可不可以？这话说好，要讲清楚，不然就不。啊，抱怨一下，那个哦，碰哥他跟我借150万、啊、我都是没有跟他收利息的、啊。这明明都写利息，写15天7分，安尼一个月是几分？一个月14分。你提借伊嘛是为着要赚钱，再借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吧？咱做人爱讲道理，伊怎样要出来赚钱啊？你有甲交流？我你要我甲你名甲你公开吗？还是我转资料甲你送刑事警察局？啊？那大家比较担心的应该是讲你林董在去年的记者会，那个讲几年来你若无搞，你要谈，大家看问到我，真的是突然甲问，你是咧抢真的抢过？那我咧抢过。那有什么在抢价？我讲话，这就是真人，就是人啦。我在抢价。如果一年之外还不完，都由我来负责。娱乐动新闻，你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报道。